嗨，大家好，我是 PTS 的特约报道员 Samantha。 我知道这么多位师兄其实都深爱墨绿色的，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两款墨绿色的产品，就是新 launch 的颜色来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住上我们 PTS Steel Shop 的官网选购，我等着你的。好，第一款就是这个 EPM 的蛋甲。其实它新 launch 的墨绿色和这个棍仔的墨绿色是大家都可以买回去衬回自己原本那支枪的。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 EPM 的弹夹。这个弹夹其实跟之前一样，都是可以装到158 BB 弹。另外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窿仔有一个橙色的标记，当你 BB 弹入门之后，橙色的标记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了。好，讲完 EPM 的弹夹之后，就讲这个 EPF2S 的棍仔。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它的底这里。它的底呢度是一个迷你的储存空间嘅，咁呢个窿仔咧就大家装啲乜嘢小物落去都可以嘅，咁方便大家咧喺 war game 场上面去做一个紧急使用嘅啫。咁咧两款产品咧就讲到咁多啦，如果大家中意佢哋嘅话咧，就记住上翻去 PTS Steel Shop 嘅官网度选购啦。如果大家有咩问题，就要记住喺 Facebook inbox 度问阿肥店长，我哋会尽快解答你嘅问题。大家记住 CLS 我哋 IG、Facebook 同 YouTube channel 啊，下次见啦，拜拜。